and fun for everyone， 最先进，最靠近。1992年，宏达发表了环保宣言。这项环保宣言不但成为宏达未来企业环保活动的主轴，更展现了在挑战环保技术上面的决心。在这样的努力之下，宏达于1999年发表第一款 Hybrid 车款 Honda Insight， 不仅净化废气排放，同时具备每公升35公里的优异油耗表现，成为当时世界最省油的环保车款。更于2009年发表了第二代 Honda Insight Hybrid， 成为日本史上第一部夺得乘用车单月销售 No.1 的油电混合车款。新一代的 Honda Insight Hybrid 采用独家的 Honda Hybrid System 及轻量小型 IMA 整合式马达辅助系统，来负责电池动力与 1.3 升 SOHC 铝合金 IVTEC 汽油引擎之间的动力切换，不仅在性能上提升，更搭载了教育驾驶者并引导正确驾驶习惯的新功能Eco Assist 节能驾驶辅助系统。这套辅助系统协助驾驶人轻松建立一个能达到环保低油耗行驶动作的系统。在2010年，宏达推出了搭载 Hybrid 系统的 Sports Car CRZ。这台车除了拥有动力环保性能兼具的 1.5 升 IVTEC 引擎，更搭载世界首件的6速 MT， 实现了低油耗和愉悦的操纵乐趣，为 Hybrid 车款带来全新动感奔驰的新概念，